sabu-sabu kani kau yang wena mati urutu maru kani fusin miara rumah kani tepaya tuturaisa mai sabu-sabu anuna mati urutu sua cai ti merung seisa rasuai sa minsa taku iya ru mai atururu masatu raisa kana cucu miara rumah maru kani taru abau ranana musu-susu mana kana ruabe citu masau cucu u maskua kani miara rumah kumitan kani siara si para naisa kan i kau yang ui kan i taku i iaruna. Tak sendiri gue mi hulu ni. Hento, kita ke pulau ah, di pelan pi, hai di syahu lo na pel, yang ke tempat. Kaya. Ha. 的技术比一般人好，我可以确认。我觉得我非常爱我们这个，我真的我很爱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在这个地方上的一个情感的交流是人亲、土亲、语言亲这样所混合交流出来的一个爱。哎，好，哎，我来看阿公嘛，哦。大高医师，罗嘎，起来了，他知道你要来，很高兴了，起来了。今天阿公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祖祖大沙那马乌乌龙阿那坦浪浪阿木嘎嘎瓜巴拉那麦萨萨乌萨乌阿那马拉那热阿萨萨罗阿那古杜马沙乌祖祖乌米拉鲁马乌乌龙阿。Tak kuliah cewa siwa, mia salah aku awa canggah tipu susua arwah mia. Si pagi tadi sama cara mencucu ku ada lagi asli.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嘛，但是他们就第一个就输在起跑点，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就近性跟方便性的医疗资源去给他们做早期的诊断，所以常常就是为什么他们是比较不一定比较会生病，可是常常看诊的时候病都比较严重。那相对住院相对的离病率或者说死亡率就相对的比较高，这就是说医疗资源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缺乏衍生出来的后果。马博士在西摩罗鲁马夫西米拉罗马乌扎尼阿旺阿纳西贝萨萨夫萨夫阿纳古亚德圣尔西达瓜米马里乌杜阿麦萨萨夫萨夫阿纳纳马苏瓜乌乌隆阿米拉罗马。要选择自己留在自己家乡开业，真的是经过很大很大的挣扎，因为。想想看，几十年，这里都没有一个开业医。其实当时的状况，在我开业的那一时代，也就是差不多二十二年之前，其实全省的山地乡，也就是说90%几，大概都是没有开业医的。你去想想看，为什么山地乡没有开业医？从简单的逻辑去推论，就是说，其实，在山地开业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负面条件放在你前面。第一个够不够市场，第二个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包括你个人家庭跟个人的一个生活品质，子女的教育，还有同侪的资源，那这些都是在这造成很多人不会选择到山地开业的负面条件放在那里，所以为什么会几十年才会轮得到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开业。Ang asli malu se upat zai si rumia kani isita lelewana mara vali cua isita lelewa maysa savu savuanena kiariari kupi vali tuku sa pakita macarame riani cu mala vali cu memua. 我个人就见证到大概是所谓的现代的三 D 医疗的近代史的感觉。其实三 D 医疗最大的一个分野点的改变的分野点，应该是全民健保的开办。也因为有全民健保的开办，其实也才让我能够有决心留在自己家乡开业，因为在山上当时的状况，假如没有全民健保的话，绝大部分的病人呢其实没有保险的，那你不能够拒绝病人，但是他们总不能到后面拿了一些山猪啦或鸭啦或者鸭鳖就是飞鼠啊这样来做抵债，我想我的家再多都没有养不起这些东西。最后让我真正经过这么多的
挣扎以后还是选择在自己开业，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你所提到的，我在卫生所的时候确实看到战地医疗的一个困境跟匮乏，那自己又自己政府所培养出来原住民的医生，所以我也一直在呼吁战地医疗必须本土化才有春天。那想想自己本身就是原住民，那光做这样的一个呼吁而自己不愿意留下来，那谁留下来？马沙瓦达瓜苗伊沙沙阿巴拉巴拉沙沙沙妈妈麦沙沙乌沙乌安的高阳威纳乌马鲁苗沙拉扎西亚伊沙杜妈妈生的大巴拉纳麦沙沙乌安纳巴布沙西拉苗麦沙沙乌沙乌安纳巴吉布苏马瓦藏的利留阿西贝沙沙乌沙乌安的乌乌隆阿比马瓦马祖马瓦藏。一般在外面的诊所，因为医院离得都太近了，所以他有些设备他不需要投资的。但是我一开业的时候，我包括 X 光、超音波、心电图，甚至有前置动的检验仪器，这些我都直接就一次把它就位。我尼基马鲁米拉鲁马吉麦萨萨夫萨夫安呢，沙麦拉苏比达罗德阿沙达古利亚兹，马杜姆苏马纳德哥阿高扬威呢。因为前面都没有一些开业成功的例子让我当借鉴跟学习，所以其实当初离开卫生所是很大的冒险。因为万一我开业失败了，我回不去，我连自己的家乡都待不住了，所以其实很大很大的压力。下属啊沙西达瓜面呢乌卡阿比亚苏卡斯德哥伊萨阿拉拉达尔曼阿呢德哥伊萨达古伊亚尔。我第一天的门诊的病人就超过了，就有89的病人。这我想，这大概就是第一个可以验证，就是当初我的挣扎，以及我所看见需求真的是存在的，只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去经营。杜马达马生尔甘尼伊西贝萨萨夫萨夫安娜娜包苏乌鲁阿甘纳安娜马鲁甘尼伊巴拉娜娜梅拉苏古多舍梅亚杜苏苏萨妈妈米拉鲁马夫辛娜甘尼伊伊鲁古苏米拉鲁马丹马塞萨。开业三年以后的某一个晚上，在一个下着大雨，后来有一个从拉拉山一个小妈妈叫淋着雨，半夜12点多到我诊所来求诊，按急诊。那时候小孩子其实将近41度，超过40度的发烧，我这喘的这个样子，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在小诊所该照顾的病人，所以我是要他到医院去转诊的。可是，被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去缴健保费，所以他认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住院。所以那个晚上，我能不救吗？那他没有办法去救，那只能我是他唯一的支援。陪着他的过程中间，我自己就反省到，我不是想要当一个被需要的人吗？那为什么后山的居民我却没有办法照顾到，才会让他们这样半夜发烧到这个样子，才要到这么辛苦来这里求医？民国87年是那时候的政府还没有所谓的健保的总和预算，所以全国的33个山地乡，其实只有16个。山地乡跟离岛有所谓的医疗资源计划，绝大部分都是教会医院去认养的。那我自己却是当时是全国唯一一个由私人诊所去主动去申办这个山地医疗后山的资源计划。阿古伊沙是新西族阿德阿西族。马西达瓜米亚泰亚拉伊里古苏米亚拉鲁马马苏瓜阿乌扎乌扎尼米亚拉鲁马乌乌隆阿达古伊亚热马鲁祖阿甘尼伊昂阿沙沙那鲁马沙尔昂阿西祖伊沙那巴布瓦舍在西亚泰亚拉伊萨麦萨萨夫萨夫安呢呐。啊，也真正知道对偏乡的战地医疗，有很多很多必须做的，但是在什么东西都什么架构还没有建立之前。巡回医疗是让他们最基本能够得到医疗照护的一个方法，所以从87年一直让我巡回医疗到现在，
还没有中断过。西达勒勒瓦西贝萨萨布萨布安诺纳阿德乌乌隆阿伊西巴勒乌扎尼萨萨罗纳萨达瓜达拉里亚西贝萨萨布萨布安诺纳萨西巴迪亚瓦藏阿西贝萨萨布萨布安诺纳巴达鲁祖乌乌西贝萨萨布萨布安诺纳米亚拉鲁马乌苏马诺巴萨芒阿诺麦萨萨布萨布安诺阿西埃乌马西瓜卡尼伊巴达西恩乌扎西贝萨萨布安诺纳诊所跟卫生所跟肾保路，我们就在做协调。以前是各行其事，那现在做一个协调，形成一个后山的医疗的一个交错网。那想办法让每一个部落呢都能够得到，基本上的，就近性的医疗照护。今年嘛，每亩今年台湾的那马里马舍米拉鲁马多舍比马拉米拉鲁马复兴比马瓦藏的西贝萨萨布萨布安的那亚古阿杜木苏。马伊卡杜马沙那干伊西贝萨萨夫萨夫阿诺那丹朗朗厄萨要西巴拉比沙伊萨跟非山地部落的医疗就是照护比，其实我们是远远落后的。我们复兴乡跟桃园市其他的七块的人口密度比大概660分之1，也就是说单位一个面积里面在非山地地区它有660个人，我却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少了医疗开业的条件嘛，更何况再加上地方这么大，我们地方占了桃园市的3分之1强，所以民众的就医、交通工具的问题，再都造成就医的困难度。这就是为什么三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愿意来这里看的。像西巴萨夏巴吉那热诺瓦德阿萨，跟你一对方阿那阿拉嘟嘟玛沙尔沙沙沙妈妈，阿拉嘟嘟玛沙尔沙妈妈那阿贝亚嘟嘟嘟，西贝萨萨布萨布阿那那米阿拉鲁马杜莫巴萨古莱达古伊亚尔。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不外乎钱、人、事。第二个有没有人去做？其实政府现在最少已经培养出来的原住民的医生。最少超过250个人了。假如说你有足够的诱因，愿意让他们回到自己族群部落的话，每一个山地乡，每一个山地乡最少就能够有6到8个原住民的医生回到自己族群部落去了。所以政府应该是怎么讲？应该怎么样去鼓励在地化？然后这才是根本之道，而不要沦为永远的资源。今年十八名那报大上一报大马祖，然后是大瓜达拉里亚祖祖屋，杜莫麦萨萨夫萨夫安那巴扎尼德克，今年伊亚乌卡莫留苏伊萨那，会叫哑巴。在泰雅族来讲，他们把医生的地位是视同自己的父亲，所以其实很多长辈叫我哑巴的时候，我刚开始非常不适应，可是后来我知道他是对我的职称，而不是对我。人的直接的，他是对我当医生这个角度这样去敬重我们。马拉扎尼阿爸达勒勒夫祖祖屋，到塞萨萨妈妈马鲁里里，马德格加阿德阿德生尔，古阿萨布伊萨那，格勒格舍麦亚伊里马拉泽加祖祖米拉鲁玛那，马拉拉苏阿祖麦萨萨夫萨夫安尔古巴苏阿伊里。让我32年来从医，没有一天是觉得有职业疲乏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在扮演这个被需要的人，看起来我有一些些的付出啊，不管是时间也好，或者说精力也好，但是我自己更觉得我付出的远远不及我所得到的。假如能够算有一点点小小的成果的话，其实是这边的居民去支持我的，是爱护我的。今年以高阳为那马鲁米拉鲁马复兴那马瓦藏阿西达古米伊萨伊萨伊萨巴吉亚杜鲁阿伊萨今年以麦萨萨夫萨夫阿那阿巴拉巴拉沙姆亚阿西埃杜马沙尔阿麦萨萨夫萨夫阿那那多舍马苏瓜米拉鲁马达古伊亚热古巴拉比西瓦西杜古那沙阿沙马里达拉尔沙芒阿那伊萨马拉藏尼马瓦藏阿麦萨萨夫萨夫阿那不可以。会有那个企图心，想要觉得这个病人我要从他身上里面可以赚到多少钱。就算对方的医学专业没有你好，但是他们的生命历练可能远超过你。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的病人会从你身上看到铜臭味，所以他会有感的，所以他对你就会失掉
那份敬重的心。